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华晨宇。我今天收到了今年发的新专辑《希望 Hope》，这个是 USB 版的。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个专辑发售之后的实物，我之前只见过那个打样的那个版本，然后所以今天我要拍一个开箱视频，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吧，看看都有什么。这个是我的专辑的这个封面，对，这个造型我觉得很酷哎。当时拍的时候，这个头发大概到这儿了吧，到这儿很长的一个头发。对，其实这次拍这张专辑的封照片，我拍了好多啊。这是歌词本，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最特别的应该还是我们每一个有歌词的地方都会专门中间有一张特殊的一个红色的这个卡片，就是滤镜卡。然后会发现，比如说它在这边是不一样造型，尤其是歌词，你看就光这样看歌词，它其实是有点像乱码一样，乱码。然后但是把这个卡片一放上之后，歌词就是清晰的了。也是为了讲述这张专辑的这个概念，就是虚幻与现实的这种意义，对。然后这个是一个特殊设计的一个小心思。这个是海报其实今年专门做了两张，比较特殊一些，一个是这种短发的造型，然后还有一张是长发的造型吧，对。其实也是为了讲一个关于虚幻与现实的这么一个概念，长发的造型。虚幻与现实，就比如说，其实像我有时候，我内心里面其实会希望我自己就是有这种比较夸张一些的这种造型，然后内心比较狂野吧，然后喜欢长发呀，然后就是带点颜色啊这样，然后但好像。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说可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我把头发剪得这么短的时候，那你觉得这个短发的我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我？那这个长发的我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最后就开始是我们的主角了，就是我们的 USB。 有没有觉得很像一个就是一些遗迹的那种文明，消失的一种感觉，有点那种火星，就是火星的那种感觉，像个符号一样。其实是有点来源于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 logo。对，看这儿有那个演唱会的 logo， 其实是有点这个意思。对，然后设计的 USB 很可爱，一拔出来很可爱。比如说像摆在家里面当一个小摆件，放在外面这样摆的也挺好看的，对，就挺方便携带的。这个里面其实会有我的今年的专辑里面的10首新歌，然后是11首新歌，对，还有一个我们的歌曲的 MV， 还有我们就是2021年演唱会的这个纪录片，对，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收藏一下。